给我相亲了。哎，你们俩互动有点奇怪呀、啊！我这尺度有点大，尺度大。他们并没有认为你被欺负了，你听懂了吗？他们觉得啊、哦，好害羞，怎么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有点逗，太害羞了，好羞耻啊！我七夕节的时候，你们现在是在就一个拧对方，一个还很关注他的身体部位，对对对，就很暧昧。现在少了两根，那被先生抽掉了，可能就为了你好。那这样人好看吗？还有一个关于身体的问题，什么都结不想问，不是没有结婚的，结婚孩子已经两三个了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请什么？你告诉我们他不结婚的，但是他孩子有三个了。我们信了哈，孩子就够了，我们信了哈。假装信了，我们就信了，我们就这样信了，我们既然信了。身体呢？就是身体和西西哪个美？哦，身体和西西哪个美？你是有一次发了他们俩的照片，说他们怎么怎么样？他们俩那都美，你搞不搞错了？他们俩跟美没有关系。我这个暴击，这是暴击，满心灵的暴击。这个字只跟我有吗？我们是先于本心啊。戏精本精，这个是话题吗？戏精本精，还是仙女本仙这句话真是假的？是假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买贵了。盼盼给我买一百，剩下的钱给我扣。买贵了，9.9。他扣了多少？20。他买了十，二十就扣了10块。对对对对。他怎么不是干嘛的？烧水。烧水的。怎么会这个年代有人送的？多么温馨！你看人九阳吗？因为买了水。啊，九阳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么高端啊！这个人够吗？生态啊！你知道这有点儿，原来是爸爸家的水壶，难怪是这样。爸爸对人，粉红色哎，爸爸呀，爸爸对人，上面还有个小钻石哎，对啊对啊，那是真钻，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对吧？最近她老公跟她求婚的时候也是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感觉就是这个话题。你刚刚把我们俩公开了，还是说他已经向我求婚了？这个今天。你们当然不知道吧？什么时候说啊？我们就转眼就会忘了。我刚说你刚说了什么？我们都是金鱼。有点热，没听见。没有啊，现在明明是说转眼就会把它翻到微博。不要再翻脸了。我很后悔没有当时把它给擦一脚。原来现在准备又摆了一个屏幕挡着他，准备大家相亲准备。这个已经摆了很久了，就在这个。今天最大的八卦是这个，我们来把那个蛋糕。你为什么要那么美少女战士呢？现在你们美少女，你手机壳都是这个吧？对啊。你还说我们为什么？我这么多年都没用过手机壳，但突然那天就是觉得。就我们就突然就想订这个啊！你别跟我套近乎。被怼的不行，好吃。怎么样拍啊？现在是这样拍的吗？不是，就在认真的，要不要点的嘛？不是不是啊，要点吗？点18根是吗？18根吧，有十八根了，因为有我们有带打火机。正好今天是西西生日，哎，你们拍后面真的吗？真的奇怪吗？我觉得你们够45根蜡烛吗？西西45最大的。一根吧，点一根吧。那边背景那个没有打火机。那个背景特别好看，我喜欢那边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喜欢那边？已经没话说了。他喜欢。喜欢。哎，你不要学我。有打火机吗？啊，对对，贴着这个。我接受不了。那边往后面点。这个好暗啊。